翔哥。诸位，行侠仗义，刀剑江湖。诸位，请我们路见传音，拔心相助。你们送小心心了吗？来，一人一颗小心心，支持一下我们的民族艺术，支持一下传音。传音祝你们心相印，心相结，万事都顺心。来，一颗小心心哈，两个都不要，谁送两个跟他没完。你看我叔叔的王妃还送这么多星星队，还送这个520，谢谢。和送一个小心心它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呢？一个小心心那是一个假心，520那是真心。王妃把真心送给传音了，是吧？如果是1314呢，那就是把一生一世的心心都送给传音了。如果是13140呢，那就是10年的真心都送给传，十辈子的心都送给传音了。一生一世就是这辈子，13140就是10年10辈子。王妃，你千万不要送13140啊，十辈子已经太久了，我可能会嫌弃你。送1314。这辈子就可以了。早上好，诸位早上好。来，诸位少先鬼侠们，下一首歌曲你们想听什么？我可以不牙的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早上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凌晨的黑木崖山顶，我们听曲赏月赏传音。传音没有别的爱好，没有别的特长，也就是一个情长，还有一个帅，跟你们一样帅的。梦醒时分是什么？你是说你现在没醒？什么临床电疗床？这床应该挺贵的吧，是不是需要一个华子呀？一个华子购买这些电疗床吗？拈花一笑，来，你先把灯牌点亮，我告诉你。一个华子还不够吗？那刚才说那个什么电疗床、临床什么床的，你现在有华子，有几个华子可以送？你有几个华子，我就买几个，我就买几个床。什么？一个床还不够，得10个，10个华子呀？那他不得把他自己卖了，还不止10个华子？刚才说那个什么电疗床、什么床、什么床的，你可以把自己卖了，帮我刷华子不？卖的可能不够，可能还不够一个华子。其实也不知道他是胖还是瘦。你说他如果是胖呢？传音女侠你好，拈花一笑，谢谢你的灯牌，请问你可以拔心相助吗？拔一颗小心心。他可以，怕不够，我觉得他可能怕不够。他可能如果要是按青春的话，可能只够一个什么呢？千纸鹤的。你为什么一直在刷传音女侠呀？我知道我是个女侠呀。你不用一直提醒我是女侠呀。来，我黑木崖众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曲子，来和传音说说。背景就是我黑木崖的后山了，这是我们的山顶，这是我黑木崖的山顶，
你能看到是树还是树叶还是树，还是这天空的景色都有吗？就是我黑木崖的山顶啊！你现在就在黑木崖的山顶上面，赏月、听琴、赏传音。来选曲，选曲，兄弟们，厉害吧？喜欢吗？喜欢就到黑木崖定居吧。这山顶上，你谁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来，上上鬼侠们，下一首曲子。想听铁血丹心选一，想听菊花台选二，偏偏喜欢你选三。笑江湖啊，啊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笑江湖好吗？下一首，我们这次已经在选了，我们等一会儿笑江湖，我答应你们等一会儿啊。等会投票里面一定会有《笑傲江湖》的选项。你们想听《菊花台》呀？王菲想听什么？王菲，你想听什么曲子？王菲想听什么？就是传音想弹什么。嗯，你想听沧海呀、啊？真是稀奇了。难道你还没听够吗？竟然还没有听够。来，想听《笑傲江湖》的扣一波一。来，王菲给你们来个机会了，家人们，诸位。来，家人们传一传一，给大家来个机会啊！我们的王菲重新让我们选择《笑傲江湖》，想听《笑傲江湖》的扣一波一。你看，又让我改调了。别又说我天天在改调啊！你需要我用宝典治治你不？如果你需要我出手，我可以给你送一本宝典，让你好好练练。好多年了吧？嗯，我看他至少有十年病史。来，我黑木崖的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，先给他一针呐、啊，哎，一针会不会有点暴力啊？我们能不能改成剑气和琴气啊？
好了没有？葵花宝典，秦花宝典可以吗？我黑木鸭只有秦花宝典，没有葵花宝典。他可以正常说话了，太好了。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觉得我已经功德无量。刚出院的，欲练此功。你可以不用，你帅不帅？电击安排中。好，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谈笑傲江湖，对吗？来一首《笑傲江湖》。来一首《笑傲江湖》，沧海一声笑。啊，谈之前先来个5秒钟的小广告。作为少侠女侠们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免费的关注点一点，点关注夜黑木崖，再来黑木崖你不迷路。啊，作为少侠女侠。袖手天下斩风姿，绝代风华傲苍穹。与六字琴魔传音做朋友，你不点个关注不会后悔吗？来，诸位，传音令在手，江山已有。广告还精彩。来一首《笑傲江湖》，传音带你们一曲江湖笑傲，给你们听听黄沾的版本。
少侠女侠。作为少侠女侠们，天地有情尽白发，人间无义了沧桑，岁月无痕，我们尽我们过往的岁月，来点点关注，有小心心的作为少侠女侠们，来为我们的岁月，为我们的未来的憧憬，我们送给自己一颗小心心，愿大家未来万事都顺心，一人一根棒棒糖，祝你们有豪车又有豪房。感谢我们王菲520星星队。王菲，你在送尊心之外，记得要吃点饭哈。吃早餐了吗？有没有吃早餐？一定要把早餐吃好吃饱，长胖一点。也不知道王菲是胖还是瘦。那你边吃边看呐、是不是有个活动，我这边没有弹示，没有弹现出来，应该是有的。183、128斤，这么标准的吗？183呐、那怎么办？全员只有138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人只能站在你肩膀上了，站在你的肩膀上，我才能够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在你的肩膀上，我就是183加138。你们说对不对？转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我们就会成为。我们就服了整个天下，叫君临天下。第一关已经完成了哦，是什么样的活动啊？第二关要10人点赞，10000了。上面有显示吗？现在太直白了吧。你在梦里听到我说的话吗？哦，向上把乐手啊、哦、原来如此。知道了，我们必须向上啊，站在我王菲的肩膀上，她能不向上吗？侠们，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呀？来，想听痴情种选一，三生三世选二，一剪梅选三。来，请选曲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选曲选曲啦！痴情种选一。三生三世选二，一姐妹选三。来，诸位，你们想听哪一首？家人们点赞，10个人能完成，那就一起点一点。
选一痴情种。好，那么就想来，那么就来一首痴情种。我弹琴的都要睡着了，也不知道作为少侠女侠呢，听着这首曲子，是不是也想睡着呀？马上要说，马少侠以为昨天晚上说上麦说话的是王菲是吗？那不是王菲呀，是她师妹。马少侠，难道你？你一直念念不忘吗？马少侠，你是否以为，你是否对昨天晚上说话的那个师妹念念不忘？你念了她一晚上，对不对？那师妹还有一个，她还有一个大号在抖音，叫是五十级的。如果你对她念念不忘，首先你要升到五十一级，你才能有念念不忘的。马少侠，还是别念她了，念传音就可以了。
来，小小女侠们，下一首曲子。才发现没点灯牌，难怪你一点乌黑抹黑。这位少侠女侠，谁深情依旧，弦断曲尽终不悔，一颗小心心相结，愿你们每天都开着保时捷。来，我们一人一颗小心心。这连麦可不能轻易连了，连的时间比较长，会耽误我们的数据。我们昨天下午的数据惨的一批，点赞只有3万个，上榜只有几十个。嗯，谢谢我们王菲的520。咦呀！来，色彩女侠们，你们是否看这个月亮，有没有什么有感而发的是月下诗词啊？都说月下看美女，越看越好看，也不知道你们月下看船员是不是越看越帅呢？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掌声。独揽月下萤火，照亮一纸寂寞。说得好，看我们的若兰女侠甚是孤单呢。是否缺一个少侠暖被窝呀？麻少侠，不知你是少侠还是女侠？如果你是少侠的话，我觉得你也许可以展现你的实力，让我们的若男女侠看看你的武力值怎么样，看你厉不厉害。你不孤单，你不孤单，你只寂寞。真敲月下门。问一声，有小星星吗？我来化缘了。主播是男是女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，我已经把自己的猎懵了。谁说我不是男呢？谁说我不是女？我是可男可女啊。那么下一首曲子我们就开始选票吧，或者你们把你们想听的曲子全部打在公屏上。太逗了，如果你把你的灯牌点亮就会更逗。来，欢迎所有歇传音令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，灯牌点亮，欢迎你们回家了。把你们想听的曲子全部打在公屏上，来告诉传音。既然没有休息过一天，我觉得我应该休息一下，你们说对吧？点一个，你，等一会儿谈你吧，这有点太远了，又得改弦，还改了半天，你都不用睡觉的吗？我是机器人，我是机器人传音。机器人是不需要睡觉的。等一会儿你，
美妞把你灯塔点亮，嗯，快点亮，快点亮，乖一点。来，我们的王菲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吗？王菲，白天晚上都能刷到我的直播，昨天晚上你是见到鬼了吗？还是说你在梦里面又看到我了？对自己真狠。不狠如何打天下？我们一起打天下，到时候平分天下如何？王菲，魂牵梦绕的，对，是的。王菲要捡瓶子呀，还需要亲自捡吗？让别人帮你捡吧。还真希望在梦里见，在梦里见谁？见小倩吗？留点给老婆们，可以传音打天下，好，让别人去帮你捡瓶子，你陪传音打天下，此意甚好。来，王菲，你想听什么曲子？和传音说说。我黑木崖若是东山再起。我王菲和诸位都将是我黑木崖的功臣，在我们黑木崖的功勋榜上一定会有留下你们大名。卖瓜子花生酒，卖卖银子上交，好，自己留一点哈，自己留一点小金库。来，我色彩女侠们，你们想听什么曲子？来和传音说说，要不传音给你们选择吧。三生石下，三生石下选一，一姐妹选二，精忠报国选三。来选曲，不能弹琴，我就来敲门了。没有门，黑木崖的山顶上面，你只能用小星星敲开我的心门。都听啊，好的都来。我们的王菲选，诸位选了三生石下。好，那就给大家来一首三生石下吧。这首曲子是一首非常深情的、打动人的一首歌。直播间我们将近50位少侠女侠，你们可听过呀？来，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扣一波三。三生石下，弹之前容我们插一个5秒钟的小广告。作为少侠女侠们，夜底藏花几度？梦里踏雪几回，佛说前生5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我们的三生，我们的三生的牵挂才能换来今日在黑木崖的相聚。那么为了我们这个前生的缘分，你们应该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大家把免费的关注来点一点，用我们的前生来换来大家的关注。来，一首三生石下，诸位，为了我们前生的缘分和今生的相遇，我们记得把赞点起来，一起为我们的这份缘分来助助力。Thank you.
曾斗胆问过绿色苍天，为何把爱化成雨点？怎么原来的两个人随风飘散，都未得到答案？我曾真诚祈求爱的天堂，三年相处围在佛前，怎么把我的两颗心无处靠岸？为你流失的青春，怎么先回到曾相识笑容？当你脸面的一切飞覆之远，耗尽余生给你换你拥抱距离，却换来了再也不见。我怎么先回到曾相识笑容，只为能看你一眼往日的容颜，耗尽笔墨也不能换来那时甜，换不来我要的成全。家人们，来扣一波成全，祝愿我们的人生能够减少遗憾，能够让我们的事情生活更加的完满。一首《三生石下》也许今日我们相会相见的缘分，就是因为我们前三生的祈祷才能够有的。各位，来，为了我们的今生相遇的缘分，一起一人点一颗小星星吧。我曾斗胆，喜欢传音的我们就点一点关注，加入黑木崖，把传音令点亮。不喜欢传音的一人一颗小星星，留下你们在黑木崖一游。徒留一佛头貌安然，欢迎新朋友加入粉丝团，点亮传音令以后，我们就是自家兄弟姐妹了。三根香烛跪在佛前，
飘飘。你看这一位壮士，无出口，连国外的语言都蹦出来了。醒一醒，醒一醒，这是抖音平台，说中国话。好，再次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少侠女侠们来到我民族艺术黑木雅。来，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？来，直播间的诸位，把你们所有的曲目全部打在公屏上。来，你来自于中国，那你是不是要说中国话呀？啊，想听《片片相思》《大圣归来》，没有听过。还有什么曲子？来到黑木崖，你就讲中国话吧，这位壮士。小心我要你练宝典。再飙一句试试。告诉你，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想听《笑看风云》选一，《随缘》选二，《一剪梅》选三。啊，诸位，你们想听什么曲子啊？三都想听，既然都想听，那我就来一个你们没有听过的《精忠报国》。民族英雄岳飞，他的电影或者是电视，你们看过听过的？来，勾一波一，没看过没听过的勾一波二，一首爱国金曲《精忠报国》送给大家。
去精忠报国送给诸位上下鬼侠，我怎么突然发现我一弹就掉人呢？你们发现了吗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一弹就掉人呢？这是为何呀？难道是我弹琴太凶了？还是我弹琴不够霸气，不够横？为什么我一弹就掉人？你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上曲上曲长人了，哪有上人了？弹之前有四十几人，弹之后三十几人，每一次都是这样啊。我发现了，每一次弹说话的巴拉巴拉，他人还不掉，一弹一堆掉人。我不认识你，山东潍坊的，山东潍坊只讲中国话，好像你啊，这什么国外的文言标的，标的谁认识你啊？我不认识你。报国也很好听啊，这么豪情霸气为什么掉人？难道你们不觉得这种爱国情怀的歌曲很霸气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在国外习惯了，那你现在在潍坊还是在国外？不放这首曲子了，掉人。那你现在在哪个国家？说说看，来，你在哪个国家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，行走抖音靠的是音浪。你有病吗？没有病，你说啥都不管用。来，周边下一首小女孩们，下一首曲子，你们想不想听《一剪梅》呀？啊，来，我放给你们听听啊，一首世界名曲。祖歌总要云开。想听《一剪梅》的，来，扣一扣一。这月亮天还没亮呢，没亮。真情像梅花开，在黑木崖里，我们可以赏月、听琴、抚琴，这种感觉多好呀！为什么一定要天亮呢？太阳够晒人的，本来就够黑了，还要晒得更黑吗？绽放，对，月下看船影，越看越帅，就像我月下看你们一样的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人气呢？在气人呢？来，黑木崖众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我们将准备弹奏一首《一剪梅》了。那诸位，这首曲子也是一首世界名曲了呀。你们可听过费玉清的歌？喜欢听费玉清吗？来，喜欢听费玉清的，来扣一波六；不喜欢的扣一波七。来，一剪梅送给大家。真气人，对。
来为这首的歌，为我们共同的帅回一波帅气。来，这位上校女侠，你可以加入吗？可以。你点亮了灯牌，当然是我们一家人了。来，这位上校女侠们，下一首曲子来。直播间的上校女侠们，把你们想听的所有曲子都打在公屏上来，让我看看你们想听什么。
咱们来一首《他爱想念》。来到黑木崖，我们听的是江湖，不是考级曲啊。
我们一起心相印，心相结。欢迎所有携传音令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记得灯牌点亮。来，我们准备弹下一首曲子。今天三千个小妹来，把你们想听的曲子都打在公屏上，让我看一看什么曲子，就这个调上。上班弹个醒瞌睡的，我觉得是应该弹个醒瞌睡。刚才那个太小人那么嗨，不够你醒的吗？啊？分开控制的是吧？哎，你两只眼睛居然是分开控制的，那都挺特别的。还是公的母的呢啊，你这个小样。好，小公主快去。来，大家动一下手指，双击屏幕点赞点赞。嗯，小美人吃早餐了没有？刚回到家，嗯。
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可能快变成土番薯了，可不熟了。别人在抖音钻来钻去，你们不知道你们钻到个媳妇呢。随缘，给大家醒一醒，好不好？随缘，太极武侠曲，不知道你们听过呀？来，我放给大家听听啊。随缘呢？小胡叔也是个傻叉。来，诸位上上弥山们，接下来我们将弹奏一首太极曲、武侠曲送给诸位。来，听过的这种只听过的，一起来扣一波六；没听过的，一起来扣一波七。直播间里面30多位少香女侠，你们是否听过呀？听过，你们可知道这是谁演的电视剧呢？啊，谁演的？没听过，李连杰吗？对，李连杰，那位朋友居然还记得哈，不容易，这么长时间的这种，居然还有人记得。来，太极张三丰，现在边听曲者边点赞，给我点赞，你就。